而国内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之一，今年又有一家发生了财务的危机，这次是台南的同光企业发生了1300万元的跳票事件。同光公司属于生产螺丝螺帽的钢铁业上市公司，在过去两年半中已经累计亏损了5亿6000万元，大约等于一个资本额。而昨天同光企业发生跳票，金额大约是1300万元。由于同光企业曾经属于华龙集团西进的上市公司，在多次财务调度困难的消息传出之后，昨天又经传跳票，引起市场严重关切。交易所目前已经紧急要求公司代表要向投资人公开说明营业状况。他自己说明是因为汇款来不及，依据银行的规定啊，7个营业日内要补足了。那么7个营业日如果没有补足的话，就会变成有退票记录。如果有退票记录了，将来就是会产生会变更交易的方式。这是继国盛电子公司发生跳票事件之后，今年以来第二宗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事件，是否也会受到全额交割股的处分，有待观察。而交易所也呼吁投资人要多多留意公司经营的情况，以保障自己的权益。